老三啊，啊你讲住咧杭州哦？我著住咧杭州西湖边咧开一间客店，你煞唔知？哎、老师，啊你敢毋是住咧俄罗木齐啊？俄罗木齐，我来台湾六十三年啊！你讲俄罗木齐对唔对？我著纯粹诶台湾人，中华民国诶国民呐、啊！哎呦，嘿，你真诚信咧！可咋你这代？哎、欸，干嘛呐？哦，老师又有指教呢。啊，你敢毋是住咧温州？人呀，素不辨明，形不改姓。咱这个台湾就是真好的所在，安身立命的所在啦，吼。啊，咱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我呀已经来48年咯。嘿嘿，真赞真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虽然我是对乌苏总。但是我来台湾已经48年了，我嘛是中华民国国民啦、啊！啊，我嘛还要中华民国国民呢，使安尼呢？我嘛是中华民国国民啦、啊！哇，还要赞，还要赞！我是台湾人。